畅享天之金曲，畅享有机生活，马上进入经典畅享时刻。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永远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走下去。合唱在现场一定是变奏的感觉，对，确实是一定加分。我特别特别的享受，因为我们现在是云端录制，所以我更能是用观众的一个角度在看你们的表演。我好想要就直接冲到表演台跟着你们一起表演，我好喜欢好喜欢，谢谢你们。今天的这个合作
让我看到了这个舞台更多的可能性。我没有想到这个舞台上可以有这么多人，让这个舞台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可以包容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你们有15位，是你们整个班底吗？我们大概有70多个人，因为我们的团员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们都是业余的时间过来训练，然后业余的时间在做演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有律师啊，有工程师啊，也有博士做研究的啊。我可以让团员去介绍一下自己。当然当然。哈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OK， 那个各位老师好，我叫哈贝，然后我大学学的是哲学。我名字叫王一凡，然后团里的朋友们都叫我凡凡。我现在担任的工作是媒体策划。各位老师好，我的名字叫左一平。在2016年的时候看了彩虹的专场演出，然后当时我就在台下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哭一起笑，我就觉得这个团真的是太牛了。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跟我旁边的朋友说，我一定要加入这个合唱团。几年之后我的梦想实现了，这个是真事儿，这个是真的。前面都是假的吗？彩虹合唱团有那几首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神曲，王铮亮有时间都去哪儿了，但是在这个代表作让大家知道你们之后，你们自己本身在音乐上其他的想要有所表达有所突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达到了你们想要的那个程度呢？这个会让我觉得好像甚至会有一点伤感。说到王铮亮，大家想到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我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就是哎，你唱其他什么不重要，那你就得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唱了很多遍之后呢，就觉得就这首歌是唱起来是不是有点没劲儿，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我其他的歌就真的差那么远。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之后，然后我再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够在音乐上面再有一些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啊。其实小亮说的感恩是很重要的，我特别认可。我是觉得像我也是这样的同感哈，可能我唱最美可能唱过1万多遍，然后这个走到哪儿去也还得再唱。我是觉得经典的价值就是在于重复，重复时间长了它还有机会重复，它就是经典。所以上海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唱的最多的一首是哪一首？翅膀。翅膀吧。隐形的翅膀。令恒老师，你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是哪一首？也有啊，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还是什么？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 baby 你。就很多个，但是其实每一首歌你不重复，你不会进步的。其实你不可能永远就是唱别的歌别的歌别的歌，那你也没有标签也不行吧。每一个歌手还是要有他的招牌啊。谢谢，谢谢令恒老师，谢谢，谢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选择了。好，我有点紧张。我们的选择是张韶涵老师。谢谢，恭喜张韶涵。所以现在有请张韶涵老师把你的选择写在黑板上。两位能不能在舞台上继续绽放你们自己，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机会？好，我就唱一段那首歌吧。因为我刚才老师有说不同的时期你唱同样一首歌你的感触是会不一样的。其实这两个多月我觉得我成长很多，我每天陪着我的女儿才发现陪伴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同时我有特别内疚，因为我的爸爸又在成都，然后整个疫情2个多月我也没有回去陪伴他们。真的是需要陪伴，亲情需要陪伴，爱情需要陪伴，所以尽情的陪伴不容易。谢谢。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柴米油盐。
恋的粥温和。我们要给大家展现怎么样现场编一些合唱吧。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彩虹室内合唱团根据播出的音乐即兴改编。第一句是女高，第二句是女中，第二行歌词 so do mi re si re so re， 下面一个音是哒哒哒，男低是 so， 男高是 do， 啊，我们可以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默，是游戏神武四的主题曲，游戏非常的好玩，歌曲一经改编以后呢也更加的好听了。我记得里面有一句歌是这么唱的，神武飞扬的你，特别的你，闪闪把我照亮，非常期待有一天可以听到它完整的改编版。张韶涵老师选择完毕了吗？现在我们要问一下其他四位音乐合伙人老师，三二一，放弃。好，看看张韶涵老师他的选择是王铮亮还是彩虹室内合唱团，您的选择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啊，彩虹，彩虹合唱团。我来到这个舞台，我希望能够突破。这一次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规模。特别谢谢彩虹乐团的每一位。谢谢老师，谢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录制之前呢，我们天赐的声音的官方微博呢，发起了本期推荐歌曲的互动。那最终呢，网友们选出了 Top One 的歌曲是《白兰鸽巡游记》，你们将会和我们张韶涵老师一起来演唱。好，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彩虹室内合唱团，谢谢王铮亮。